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好声音小二班的学员，我叫梁博。梁博和张伟，我最喜欢了。有时候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梁博和张伟，今天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，今天怎么了？因为聪明人，这段时间你真的很辛苦。向娜姐表示感谢，那我在这里要感谢娜姐赐予我这份荣耀。八条腿的大蜘蛛会带着这份荣耀一直奔向我最后的梦想。对，加油，谢谢娜姐。可不可以给合肥的歌迷朋友唱一下我为你转身的那一句？
这在这之前，其实我还是有话想要说的。很多心里话是不是？对不起。可不可以再让他说一句？谢谢谢谢。